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圣灵充满。这个经文马可福音16章15节也是讲到耶稣差遣门徒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信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这个经文刚才我们都讲过哈，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都有神迹奇事随着。有奉耶稣的名赶鬼，所恩病人，病人就被好了。然后也讲到神迹的目的，在20节，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的目的是证实神所传的道，所以神迹不是目的，目的是成全神的话要成就的工作。我曾经对灵恩派其中有个希望的地方有其他希望的地方，其中有一个，我是圣灵充满但我不是圣灵不是灵恩派灵恩派里面有真的有很多人是圣灵充满的，但也有些地方他们的重点放在不是正确的地方我曾经参加一个聚会，就是我被圣灵充满的聚会。这个布道家来到，他按手祷告，我经历神很大的爱，改变我的生命。我当那一年，我带领很多人信主，带领很多人经历圣灵，也去宣教，很大的更新。我非常的兴奋，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然后下一年，这个布道家再来，然后这个聚会之后。这个主办的人就说：“谁在这个聚会里面有经历医治的出来分享，他们就排队。然后我就想，我没有医治，但我有经历圣灵很大的改变，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侍奉，我就排队。然后这个主持人就问我：你分享什么医治啊？我说不是医治，是我上一年，他为我祷告之后，我生命很大的改变，我的侍奉完全改变。因为我觉得这是圣灵充满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医治，医治只是过程，医治需要证实所传的道。但这个主持人说那你不需要分享了。我觉得他是将医治放高于这个改变，而且我这个改变是提升整个灵命和侍奉，非常非常的宝贵。但他们只是要依据见证，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目的不是依据，依据是目的是让人能够爱主、侍奉神、荣耀神。这个我就是觉得他们将这个重点放在依据，而且放在人追求什么。人追求意志啊，追求有些人去追求经历，每个聚会再经历再经历。我说经历目的是什么？应该是有能力侍奉神，不但是每一次经历很喜乐很喜乐，而是经历之后有能力去侍奉神才是最重要。所以我对有些聚会失望，因为他们只是追求经历，或者是先知来了，为很多人说预言。说完了这些人很满足，聚会完了，下一次来有很多人追求这个限制，说什么限制性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重点放错了，重点应该是大使命，我们去追求大使命生命当然是追求大诫命，爱神爱人这个生命的改变，然后这个目的是大使命。好了，在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是整个新约时候都有神迹随着。这里讲到两个神迹比较，很多人没有谈论的，就是手能拿血，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18节，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在受逼迫的时候用的，不是平时用的。就是说，不是平时我祷告一下，看我拿血能不能够。不被伤害，或者是我祷告了，然后喝什么毒物，是不是不会受害？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耶稣要我们去喝毒物了？我觉得是这个是在被逼迫的时候，被强迫
这样我们放在一个雪洞里面，很多雪，然后我们求神保护，这些雪不会咬我们，或者是被强迫要喝什么毒物，但求神保护我们，这个我觉得是神的帮助。但我们也看到神迹的目的就是啊，帮助传神的道，帮助人跟从神，也是在整个新约时代。所以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刚才所看到的上一个经文哈，使徒行传2章17节讲到预言，见异象、做异梦，都是直到主到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世界末日的时候。然后哥林多前书12章所讲到的超自然的恩赐，也没有说会停止。然后这个马可福音16章也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神迹随着他们。好了，那圣灵充满对灵命和侍奉有什么帮助呢？第一，能随时经历神的同在和他的工作和能力，就是随时祷告的时候都会经历神的同在，他陪伴我们。他的工作是什么？带来平安啊、轻松啊、除掉重担啊、安慰啊、医治啊，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的能力，我们可以有能力为人祷告，可以有能力带来医治和赶鬼啊。然后第二，能活在喜乐、平安、精神、慈爱和复兴中，就是能够常常有神的属性，能够有平安、喜乐、有怜悯、有爱，也轻轻松松而且在复兴中，我就发觉圣灵充满，真的给我动力去爱神、去侍奉神。这个就是复兴的生命，常常有激励我去更加。侍奉神，提升我的侍奉，这个是我觉得圣灵充满很大的帮助，就是在灵命方面，在灵命的更新方面，在热心方面。第三，有动力和能力传福音，建立灵命复兴人。动力是愿意去做，有这个推动力；能力是做的时候有能力传福音。我其实会讲到一个经历圣灵布道法，这个是帮助人经历圣灵。帮助他信耶稣的这个是能力传福音，也可以用安慰的祷告方式带来传福音，为人祷告，他们经历神的安慰，然后带领他们信主，也能够有能力建立灵命，因为很多人经历圣灵之后，看到神真实的来到，每一次祷告都可以从神得力，很多人就被神的爱吸引。他们更愿意亲近神，有力量。启示这个方面，很多人就觉得，有些人觉得是与圣经有冲突。他们说，那你们是不是有启示第66、67卷圣经呢？圣经里面有66卷，但你们有67卷了，第67卷就是你们的启示。但启示的通常不是有，好像新的一本圣经出来，而是启示，例如对某人的带领神要使用你，带领使用你的生命或者是有些人甚至会领受神为我预备这个配偶，有些人会领受侍奉的方向，或者是教会复兴的方向，宣教的方向，这个圣经里面也有的。他们祷告，进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按手保罗差遣他出去宣教。这个就是启示，神启示在启示录不是启示录，在使徒行传也有先知对保罗说，将来你要被捆绑，这些都是启示。所以这个不是圣经以外多一些启示，而是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个是对我们的帮助。有限的经历，这些启示，对灵命很有帮助，有些是对侍奉很有帮助。有些灵命怎么样帮助呢？我分享一个人呢，他祷告，他告诉我，
当时我在带领敬拜，他在参与敬拜。他说，差不多每一次让我带领敬拜，他都见到耶稣。有一次，他看到耶稣拿着一枝玫瑰花，看着他，含情脉脉的看着他，他觉得很悲哀。这个也是情绪，也是意象，对他很大的安慰。我也认识有些人去天堂，看到天堂的情况，这个圣经没有说的例如有些人说见到天堂里面的花草树木可以唱歌赞美主我觉得这些与圣经是没有冲突的，这个不是什么新的启示。我对这些看法是可以作为参考，我觉得也是很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很多人都去过天堂，都见到这个情况也见到刚才我说的生命册、赏赐记录册这些我觉得是坚固我们的信仰，也是信仰，而且也是圣经有说，虽然圣经没有说赏赐记录册，但圣经有说的，神记录我们所为他所做的，所以这个不是新的启示这是可能是一种对我们可以对天堂更认识或者是对神的工作更认识但我们不会将这些看为是圣经。就是看为一种对我们的信仰的鼓励。有些人也会领受神的带领聚会。有一个人我认识他，他常常祷告，每一次都去天堂的，因为他用很长的时间等候神，每天3个小时。后来一段时间，神叫他要等候4个小时，每一天。都等候神，有一天神就带他去天堂，后来去天堂越来越多。这个人我与他一起的时候，他为人祷告，他马上能够说出这个人的情况。有些人听了觉得这个太奇怪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我亲眼看到他走过这个人那里，然后他说。你是带领敬拜的，神要大大使用你的敬拜，提升你的敬拜。这个的确是这样。有一个人几年前有做一个梦，这个梦中神说你要将福音带到这个社区，他觉得这个太难了。然后这个传道为他祷告，他就告诉他，你几年前这个梦是神给你的。他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梦。但他能够说出来，这个就是神可以给这个人的启示，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我说这些话不是说你要怎样追求，希望有这个经历，我就说你追求神，神要给你的经历非常好，神没有给你这个经历没有问题。例如我为人祷告，有些人去天堂，但我从来没有一次祷告见过耶稣的，我为人祷告。有不同人告诉我，我祷告之后，他们就开始见到耶稣了，但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但我相信神的恩典，我说神的恩典够我用，不要紧，不要紧。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恩赐的，他有这个那个恩赐，我有这个恩赐，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的心是平安的，我不是追求必定有这个恩赐，我追求是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最重要，跟从神的心意。好了，然后。所以，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证，他们进到这个属灵的领域，属灵的领域，这些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我们不会说这个是好像圣经的启示，就是参考。好了，第五，为人祷告带来信主、医治、灵命更新，就是有人经历圣灵，然后我们带他信主。或者是带来医治，
带来灵命的更新。第六，越委身就越大能力和侍奉，可以千百倍。我现在的侍奉比我以前的侍奉强很多很多倍。其实，当我讲到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有些时候一场聚会，人就马上改变，人就马上想侍奉神，想多亲近神，委身侍奉神，有能力侍奉神，喜乐侍奉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很大的提升。我现在去喜乐的侍奉，以前我觉得侍奉的时候很有压力，但我现在去很轻松，很开心。然后第七，生命高度提升，进入神奇妙的计划里面，神的计划是最好的。有些人对神的计划有负面的看法，有人这样说的，这个人呢，你祷告他总是不得医治，都是神的旨意要他死了，他这样说的。神的旨意就是应用在不得医治，他就要死了，就是好像人不能解决了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我对神的旨意的看法不是这样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极度美好、高度的计划。人进入这个计划，生命就不再一样，高度的提升是最美好的道路。但有些人以为神的计划就是痛苦的。去吃苦的道路，我觉得是神的计划，是高度的提升，是充满力量、充满喜乐的。人如果进入神完美的计划，是享受的、有力量的，也有非常强烈的果效的。然后第八，有些人可能进入超自然的领域，见异象、见耶稣、见天堂。我认识的人见到这些都是有鼓励性的。都是有帮助的，这个好的，好了，怎样长期被圣灵充满？有些人在聚会会经历，有些人在某一次祷告经历，但怎样长期的经历？第一，对付罪，因为神憎恨罪，所以我们悔改求神赦免，也憎恨罪，离开罪很重要。有些人就是单去悔改。哭啊哭啊！神啊，我犯了罪啊，求你赦免我，但是求神赦免，但是悔改没有改变。我们对付罪的方法很重要，是憎恨罪，罪是极大的破坏我们的生命。第二，圣经，圣经充满神的应许，充满神的怜悯，神的爱，所以我们爱圣经，也应用圣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话，人没有留意，所以没有应用出来，没有留意，所以很多人讲到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说你要饶恕人呐，不饶恕神就不饶恕你呢，就没有应用出来怎样处理里面这个憎恨。因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不但是用这个经文，为什么人不饶恕人呢？是因为它里面不能化解这个引垒，这个哥林多后书十章3至5节，哥林多后书十章3至5节讲到这个引垒，就是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引导他去完全都顺服基督。他们没有看到，从圣经看到，不能饶恕，不但是你饶恕人，而是他为什么里面有这些憎恨。不能饶恕人，他有这个愤怒不能处理，这个就是他里面的引垒。灵恩派将这个引垒就解释，全都是属灵的，就是邪灵的。但其实这个经文讲到是人不能顺服神，当然也包括魔鬼的攻击。但这个引垒主要是人的骄傲，不愿意被神掌管他的生命。这个也是属灵恩派的教导。他们对于有些经文的看法，我是说灵恩派有他的好的地方的，因为很多人的确在他们的敬拜祷告经历圣灵的工作，经历灵命的更新但是可惜的就是他们有些教导是圣经没有说的，是他们太夸张邪灵的作为，而且很多聚会不是。
提升人去侍奉，目的不是侍奉，目的是很多人去尽力，追求尽力，追求安慰，安慰没有错，他们是追求限制性的安慰，但是追求这方面没有提升人的生命和侍奉。当然，有些灵命啊提升的，也有很多人经历胜利之后，自动去侍奉。但我参加很多灵恩的聚会，我都发觉他们很少训练人。因为训练人不被人欢迎，意志就会被人欢迎，限制性就会被人欢迎，训练的就会不会被人欢迎，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追求怎样更多人吸引参加这个聚会是他们的目的，有限的目的，这个是我觉得可惜的。好了，真的应用圣经，灵恩派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少。用时间解释圣经，研究圣经。有些时候，我跟他们沟通关于某些方面的教导，例如其中关于战前背题啊，关于圣经一些教导啊，他们的回应，他们说什么？你为什么执着神的圣经啊？为什么执着？我说，我们的信仰是根据圣经，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要信。违反圣经的，我们更不要信。但他们就说，你执着圣经某些话，但你好像不接受这些最前卫的灵恩派的看法。但我说这些看法到底有没有圣经支持？如果没有圣经支持的话，就不是跟从神的方法。所以我这方面我是反对灵恩派某方面，但他们的确是。复兴很多的灵命的，我自己灵命更新都去参加灵恩派的聚会，都是在那里得到帮助。但我认为我经历胜利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想参加聚会，怎样应用出来？因为神给我这个托付啊，大使命是基督徒的目的。当我去的时候，我发觉很失望，他们不是将这个范围最重要的。但不是每个灵恩派都是不好，有灵恩派的是好的，这个我们需要分辨。然后信心，相信神很爱我们，很想充满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说神啊，你在哪里啊？神啊，你快快充满我，快快来了。其实神已经在，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打开？当我们心灵打开，圣灵马上就来了，其实已经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所以这个相信神是美善，神是美好的。然后祷告，圣灵充满很重要，去长时间的用心灵祷告。有些人说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时间祷告，我鼓励你可以这样的，任何时间都可以祷告。你一边做饭，一边哈利路亚赞美主，一边用心灵祷告。其实我一边讲到都可以一边祷告，但这个祷告不是悟性的祷告，我是心里喜悦神。我一边讲到一边喜悦神，享受神，感激神。起初讲到这个敏感圣灵，就是我用心灵爱慕神，我就感受里面神的同在，我就知道我做的。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我感受神给我的平安、力量、激励，而且有神的话语流出来，我就知道是神在流动，在我里面流动，感动我。这个就是学习用整个思想、意志、感情和灵去爱慕神，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我整个意志、我整个生命献给主是最好的。感情，我喜悦神所有一切，所有神的作为、神的话语，我都喜悦；所有关于神的事情，我都喜悦。这个很重要，就是喜悦神的话，你就更容易被神改变了。然后整个灵，凡在我里面都称颂他的圣名。整个灵敬拜的时候，从整个心灵发出来，你多这样祷告，你随时祷告，马上圣灵的能力就临在。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很多人祷告的观念就是悟性的祷告啊，神啊，求你帮助我什么，帮助我什么，都是悟性思想的。
没有这个心灵，整个灵与魂，整个思想、意志、感情，整个灵都祷告，整个人的里面，凡在我里面的都称颂耶和华。这个方面是要操练的。然后第五，渴慕被圣灵充满和为神献上生命。圣灵充满其实是与神极度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对我说：“请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帮助她经历圣灵。”我就问她，问这个女儿：“你觉得圣灵充满是什么？”这个女儿回应我：“圣灵充满就是倒在地上。”我说：“圣灵充满不是倒在地上，你经历圣灵可以倒在地上，圣灵充满是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能力、神的更新改变。”圣灵充满不但是跌在地上，我们是渴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常常与神连接，然后整个生命献上给主。第六，处理生命，你想被圣灵充满，必定处理整个生命所有的罪、负面思想、负面情绪。我用一个比喻哈，如果有人是不是你们说找钱呢、啊？你买一些东西，有人找钱给你，是不是？你们普通话是不是这样说的？是，找钱，如果有人找钱给我去找多了，我必定会给他，因为我不希望任何我做的事情是不诚实的。或者是我看到有人不喜欢他，如果他有不好，是他的问题，我也要真心的关心他，怜悯他，不要因为他这个人抗拒神，我就不喜欢他，抗拒他。我留意我里面有任何的低沉、不开心、烦恼，我都处理，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如果一个人常常不开心的话，不可能被圣灵充满的，因为它里面太多负面的东西拦阻神的作为。然后，按手祷告和圣灵充满的祷告会有帮助，但很重要还是自己需要处理。这个聚会的确有帮助的，你们都发觉投入祷告的时候，的确有神更强的同在。圣经有说按手祷告带来祝福的。撒玛利亚信徒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了。使徒行传8章17节，然后亚拿尼亚为扫罗按手，使徒行传9章17节，叫他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以弗所的信徒，使徒行传19章6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圣经怎样支持按手祷告？就是经文是说到按手的后果，我觉得是有经文去支持的这里没有啊，这个身体的接触可以传递圣灵的能力和工作。我们看到耶稣，马太14章36节，那些人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绳。一双穗子，摸着的人就好了。就是有接触就传递。路加福音6章19节，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他们。然后路加8章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让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接触人的时候，或者是人接触耶稣的时候，就有能力发出来医治他。但有些人说，这是耶稣，不是你呀、啊。但我们发觉，我们按手的时候，的确是更有能力，而且是这样的：圣灵在耶稣身上按手的时候，圣灵的工作透过接触传递，我们也有圣灵。我们不是神，但我们是人，但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充满。为什么不能传递呢？
这个我的确发觉是真实，我自己经历这个步道叫 Well Answer，很清楚的能力进我的里面，这个爱进我的里面，我也多次经历不同人 Well Answer，我经历神的能力进我的里面，我为人祷告 Answer 有很多人经历，有一次我坐着为一个人 Answer 祷告，他也是坐着，然后我 Answer，同时我的。膝盖碰着他的膝盖，他说：“你的膝盖碰着我，我也有能力传递。”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但除了接触，我发觉有些时候有距离，人也会经历圣灵的。但我发觉按手的确是啊，这个传递更强、更明显的，这个是。啊，我觉得是这个经文是支持啊这方面的。不知道。好的，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感谢天父啊，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圣灵是很大的礼物，很大的礼物。求神帮助我们珍惜神的这个礼物，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有没有人有提问呢？